他验的是谁、啊、好健康哦，应该是我吧。35度，你怎么这么凉啊？35度的大家好，由于我过年小赚了一笔、我们待会儿不如把这个红包给花掉吧，带他们两个出来消费。刚才你敢相信吗？仔仔竟然跟我抢着买单，你怎么可能抢过一个东北人买单呢？何况他还有1.92米，对，1.88米，不要以讹传讹。王哥确实只有1.88米，这个广告牌可以作证。我们三个今天去的地方都很高级，先是去了一家高级的饭店，吃了饭。在那个饭店，他们两个抢着买单，所以我的红包暂时没有花出去。外放虾不吃，我们仨偏偏要先吃黄的，什么野猪吃不了细糠。然后我们又去了一家格调很高的爵士酒吧，在这个酒吧里所有的客人都穿着西装。最好笑的是我们要拿压岁钱出来消费。那个喝水果，我们这边有饮，那个有那个就是一人说一件会被赶出去的事。我先说。你说。您好，可以把这灯调亮点吗？我作业。去问别人借手机，都想登一下我的 QQ 空间。去跟酒保哥说，麻烦给我一杯毛地豆，就要周杰伦的那种。我没喝过，我想尝尝是不是很甜蜜。这外国人，我们去跟他们打招呼练练口语吧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哇，这是一杯成年人的。但是你不要用气泡音好吗？就是不自觉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当手里拿着高脚杯的时候，就是对。未成年不要饮酒，我们成年了，看。看。看，我要吃个水果。哎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水果都吃完了，剩一个空盘，他们会觉得我们很嘚吗？我们是不是得留一块草莓啊？我们把这个盘子藏起来就可以了。你不会想把盘子带走吗？哎，我们没吃完可以打包吗？一个微醺的镜头证明我喝醉了。你在干嘛？我感觉有点丢脸了，这一瞬间。碍于面子，红包还是没有花出去。你要吗？红烧肉？不要啊！不要！要啊！不要！红油抄手？不要！酸汤辣椒？不要！鲜虾贵妃泡饭？不要！椰香咖喱牛肉饭？不行！台湾香肠？不要！香辣鸭下了。辣子鸡和牛肉吧。哇，正好哎，正好哎，是吗？正好，正好来唱歌。不能开了唱吧，不要，但我不会唱，没关系，唱。唱起那欢歌，我不会唱呀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和身后的位置，可不是这样啊，怎么会一辈子？我住在想你的城市，我真的想你空的钥匙，你继续要唱。不是六个星座，不是六枝花，不是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，不是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
中华。祝冬奥会正式就是那个举办成功，圆满圆满过户。